这里是创作者协会的尾牙，在这里可以认识其他创作者，并让他们了解你的社交能力有多差。我完全不知道要录什么。一大看脸自然是新娘阿弟，我就不赘述了。阿弟在阿弟日常说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穿女装。我们都知道这跟宫崎骏退休一样，只是讲讲而已。我是看他真的是蛮享受的，因为他昨天画完之后，他就很兴奋的传给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今天整造谣。欸”但是我刚刚看群组，他好像还蛮期待我们有一个那个深情对望的告白七分钟。谢谢大家。接着是赌上高额奖品的问答环节，主要都是一些关于 YouTube 的问题，可以测验你平常多沉迷于网络。世界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是由创作者 Rick Rowland 所演唱，因此被观众称为是 Rick Row， 是对还是错呢？我们这个意思应该要请小尾巴上来唱一下，他真的最近太常使用这个片段，真的是不行这样子。好，马上大幅改变变成哇，第一名。那我们的我现在真的太想赢了，我心态已经坏掉了。下一题，除了杰哥不要之外呢，近年来大家也非常积极的被制作成各式各样的迷因哦。周周贤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对，以下哪一名并非今年发生的？并非今年。小尾巴，你会吗？我整错了。中间以为会赢，但结果还是输了，跟台湾棒球很像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年有哪些会员达到我们的十万订阅吧。五次狂魔，成旅行社的林跟辛西亚，不只是旅行，并不是来我们的小尾巴。抽奖环节奖项非常的优渥，比方说床边就抽中了三奖，这个刚出的有刘海的新国的理事长的祝福，丽姐的签名拍立得一份，谢谢大家，正哥正哥刚出的有刘海有皮具金毛，恭喜大家。头奖这里面呢有一台我们2021 MacBook M1 的顶规的16寸的 MacBook，同时还有现金，我刚听说是吧？22万吗？哇！0335688，第三个号码就没有了。恭喜我们的易居老师获得了我们的免费购加上现金大奖。虽然没有抽到头奖，但是感谢后来厂商们的加码。SB 台湾抽给我们加码5个1万块，好不好？年份的再送5分钟。Lisa 个人，Lisa 2万。我们折突加码2个3万，但我完全没被抽到。电塔郭玉玲，哎，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奖品了，最后一个。刚刚群人跟我讲说，他要送出7个1万元，那就希望大家开心。中子通、黄大千、杨洋、哦泡泡哥哥、小葵有小葵，最后两个李威德、小尾巴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尾牙，非常感谢创作者协会办了这样的活动。哇！哇！哇塞！哇塞！耶！没有空手而回了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。我们想要最后呢，再跟大家敬个酒，就举杯。我们让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掌声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告一段落了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喜欢。我是小尾巴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